大家好，我是五仔。河马的频道呢多次被检举到呢就说直播都下架的。咁啊，有机会呢大小号就一起封。皆因呢佢哋嘅直播内容呢就大话连篇，加上啊嗰个影片啊同埋嗰啲相嗰度呢发布出嚟嘅嘢呢牵涉到一啲法例呢就恐怕会犯法㗎。请大家俾个 like 支持我哋嘅广播，如果想佢尽快收皮嘅一定要俾个 like 㗎啦。嗱，而家呢我就听到佢啊大话到不得了。讲说话呢就唔记得之前自己讲过乜嘢啊，咁啊而家再敲诈可伯嘅子女呢就60万。之前啊敲阿伯100万啦，攞唔到啲仔女醒目。而家讲你有60万俾我都好啦，我可以怎样怎样怎样啊，以退为进。啊諗住讲少啲钱啊，当啊乞衣咁俾佢啦，打发佢走啦，你唔使旨意啊肥婆。唔该晒五仔，大家好，我系爷挞啦。正所谓肥婆只鸡甩晒毛，佢有嘢俾我插啊！喺插佢之前咧，我哋听下佢讲嗰啲咩黑人憎嘅说话。仔女睇小我，睇我唔起，要唔好系大陆女人啊！就怕我扯，关我咩事啊？就闹我啊，闹到我扯为止啊，毒毒咁样闹，烂烂咁样。佢哋做错事。不关我老婆事，系啊，关我咩事？系我嗰班反军统嘢嘅，嗰五个嘅事，佢自己做嚟塞自己门口，啊！佢句句都大陆乜嘢，大陆乜嘢，佢咁睇小我，佢个妈都系大陆人，大陆女人啦。哇！攞阿妈出嚟讲，佢根本都唔识尊重人，关我咩事咧？所以我决定离开佢哋，你哋啊，我唔会翻去佢嗰度嘅。我冇啲咁嘅不孝不淑不孝嘅兒女嘅，我先講過，你喺街冇話認係我仔女添嘛？你咁嘅態度啊，影衰我啊！我咁講嘅，我冇縮出過啲咁嘅不孝不淳嘅人啊！一面攞咗我啲血汗錢走，佢哋睇住個錢嘅啫，睇住我啲錢啫，唉，攞咗啲錢走，咁就唔理我啦，全世界知㗎，啊！我咪講咗咯，公書教學啊，養到個個有頭家啦，而家就唔理我啦，攞曬錢走啦，啊！哇！而家個版本去到咁噶啦咩？嚇、啊！早排你東張西望都冇講過呢啲嘢噶喎，你作出嚟噶？我真係覺得佢作出嚟噶，因為五兄弟姊妹都冇露面，冇聽電話，冇出現，4个几5个月啦，都冇出現啊！点解突然之间个版本又变咗话人哋睇小佢大陆婆呢？系咪你作出嚟噶？吓、啊，喂，其实呢有好多大陆婆呢都好务实嘅，我哋唔好叫佢做大陆婆。佢落嚟香港呢佢都有贡献嘅，佢会喺淡仔嗰度洗下碗啊，做淡仔姐啊，或者系去哪怕去倒垃圾啊，都系一啲值得人尊敬嘅行业，都系。值得人哋去尊敬，因为佢揾紧嘅钱系佢自己嘅钱，使嘅系自己嘅钱，吓唔系嗰啲识咗一个月咧，一听到450万眉飞色舞，喳喳冧结婚嗰啲啊，吓、啊、喂，你系你突然之间变咗呢个不辜肥婆嘅支付宝、啊，我系仔女走夹住尾巴走之余，而家系要带埋钱走啦。是不是更何况你口口声声说你们是真爱来的嘛，真爱使乜用钱去堆砌的、啊、你之前、啊、送给他的金器、啊、都已经够了是不是、啊、你现在说什么人家看不起你大陆婆，还要说他阿妈都是大陆婆，哇谁说的这句说话，这句说话是肥婆说的，我妈是不是大陆婆关你差事吗，是不是，但是你抢身家嘛，大佬！喂，屌，你知唔知道有啲人识咗1个月，话要分身家喎、啊，系阿伯弯咗咋，先至会沉船啊！其他阿伯或者醒少少嘅，走夹唔到优富走啦，吓、啊，识咗唔够1个月，话要分身家喎、啊，哇！我听埋下一段，你哋仲火滚啊！是啊，
佢话个细女卷走咗450万，哪怕留翻少少，留翻60万俾佢，佢都可以啊喺度开个面馆啊！喂，大佬，你东张西望里边唔系讲开面馆噶，你系讲个跪地煎牛扒噶。喂，你咁多个版本嘅，你个人讲大话咧，可唔可以兜翻你嘅大话咧？你圆唔到方啊，系啊，哇，咁样话自己嘅亡妻都系大陆婆，喂，可伯，你识得叫佢收口噶？你有冇底线噶？你冇啊，你得底裤咋？你日日喺屋企洗底裤啦，真系。而家咧喺人哋屋企咧，叫做唔可以要俾面人啊！啊！你直播你都騷擾緊人哋嘅作息，人哋嘅生活，人哋仲要煮埋飯俾你食啊！陰公嚇，邊個咁好會收留佢咧？我唔相信朋友咯，應該係啲家姐啊、堂家姐啊呢啲咯，先會收留你咯。你講嚴重影響人哋作息咯，你夜晚又直播，你夜晚做直播嘅時候，人要瞓覺噶嘛？你喺個廳度大大聲講講講講講，人哋唔使瞓嘅，係咪嚇？之前咧有人话咧佢讲嗰个唔知系咩话啦，夜挞听落去咧就唔似学佬嘅，亦都唔似客家嘅。咁但系有人翻译咗出嚟咧，系咪嗰啲阳光话定系咩啊？唔知翻译咗出嚟咧就话系佢直播紧，叫人唔好嘈，听到啲语气都唔好噶啦。哇！你住喺人屋企，你仲要唔守人哋屋企嘅规矩，仲要全世界就住你直播。呢啲嘢咪肥婆嘅作风咯，我哋听埋段录音啊，睇下我哋嘅愤怒指数会唔会飙升？当时佢一分都卷走晒，我当时我都系有讲啊，老公，如果你留低60万，我都同你都有得打算啦，起码我会用50万翻我乡下小城市嗰度开一个面档咁样，个即系。咁樣可以過得到啦，佢幾百萬都走曬，都卷走曬，點啫？係咪啊？嗱，呢度暫停一陣先。點無啦啦會有60万嘅？肥婆，你想象出嚟嘅係咪一 Q 就10000？可伯屌你60Q就60万，係咪咁計噶？點解咁計嘅？攞走啲錢咪攞走啲錢咯。我仲要留低60万俾你啊！你乜边位啊，大佬吓？点解人哋唔留俾阿伯啊？因为阿伯系你嘅支付宝啊嘛，留俾阿伯咪即系等于送钱俾你。你对呢头街有咩贡献啊？你对呢个社会有咩贡献啊？毫无贡献可言啊！又唔打工，又唔做嘢吓，同前夫一齐嗰十几年啊，佢自己话街都冇出过啊，净系留喺屋企噶咋。咁你作为一个女人啊，出街买餸都要啦啩啊，冇啊，净系留喺屋企嘅。哇，就个大食懒，你睇佢个款都知啦吓，贪威识食吓，净系识食食食食食，食都食穷你啦。佢话即系话阿伯而家兜兜里边嗰4200蚊仲喺佢度噶，冇攞过噶，而家一直以嚟都系使肥婆钱噶，应份啦，系咪？俾你嫁个国宝喎，咁忠诚喎，你咪当养多条狗咯。我唔好话我话，你都系咁样谂噶啦。我哋听埋落去段录音讲咩？根本都想管人啲节流嘅，真系好狠咯。系啊，我人唔贪心嘅。如果当时佢留起60万户口，你中意去搵佢搵佢，咁咪我哋都唔同佢计较噶嗬。等先。我个人唔担心噶，你哪怕当时留低60万俾佢，你即系搵佢又搵佢啊，我哋都冇乜财。咩60万啊？即系你意思即系话冇450万，最少都留低60万俾你啊？你啲黐閪线嘅真系，我真系唔想讲粗口啊！啲吊眼面子病真系，喂啲咁嘅女人，喂啲仔女走佬系正常噶啦，啲孙喺街度见到你都走佬都系正常噶啦，吓、啊。大佬，你系暗运荷包抢钱喎、哦？你一个咁样嘅肥婆、哦，心地好差啊！佢啲心地好卵差、啊，真系。我会用呢60万，真系好好发展一啲，系咪啊？会慢慢做起赚啲钱，自己过啲生活。嗰60万点解一定要阿伯俾啊？嗰60万点解一定要阿伯啲仔女俾啊？吓、啊？
点解要系人哋俾啊？你自己出去打工储翻嚟唔得嘅吓，叫个仔出去做嘢交家用翻嚟唔得嘅，系咪先？你系都要人哋送俾你嘅，你凭乜嘢啊？同好朋友性关系，即系点啊？当嗰60万系服侍我老豆服侍得舒服嘅费用啊？叫鸡60万可以叫好多次鸡啦。吓、啊，明星都俾你玩到啦，60万，阿肥婆你值60万。千二蚊喺我度，而家仲喺我腰包度，我都冇得一个先。真系我猜啦，仲喺我嗰度嚟嗰4000。所以佢哋个个弯我又话贪钱，又呃钱，呃咩啫？唔系噶，梗系呃啦。人哋成笔钱都卷走晒咯，我同你讲，笔钱细女唔攞走。就是你这个肥婆拿走，调返转到时的剧本就是你卷走啲钱。因为你话人咁嘅行为卷走啲钱啦嘛。咁你都系卷走人哋五兄弟姊妹啊，加埋亡妻加埋可怕嘅积蓄，唔知 whatever, 都系你卷走啲钱㗎。啊，你意思即系话我卷唔走你450万，你俾我卷你60万都好啊，你凭乜嘢啊？你先死啊，你淨系担君之咒就食君之禄啊啊。听明就明，唔明就黎明啦。因为唔想太多粗口，所以就爆咗啲词语、四字词语出嚟，口不择言啊！呢、这个肥婆分分钟仲，如果五兄弟姊妹是但一个咧，好心少少咧，都要俾你攞出嚟利用啊，上埋东张啊！你知唔知啊？好彩五兄弟姊妹都系团结嘅，连个孙都系团结嘅。喂！我应该话可伯你教得好啊，定系何以前嘅亡妻何太教得好啊？我觉得系以前嘅亡妻功劳咯，系啊，你可伯你真系捐翻你阿妈个度生过啦，虽然咁大年纪啦，咁但系你是非不分噶吓、啊，你从来唔会喺五兄弟姊妹嘅角度、孙仔嘅角度，你冇同理心噶、啊，完全吓。啊，你有閪屌就得噶咯，一句讲晒。咁你拣都拣个明星啊，你拣佢，你系咪唔识玩啊？唔系啊，阿伯唔系，阿伯即系沉船，阿伯沉船，有咩办法咧？如果我啱啱啫，我呢个老婆唔系真心对我嘅，照顾我嘅，一早走咗啦。系啊，你唔识睇边个人好唔好？因为我知道我哋个小城市有50万，都可以。整到一間小店出嚟嘅，即係斯文乾淨啊，企理啊，咁樣你哋個個知道曬啦，嗱，全世界知道啦，我咁發表啲意見。説好的煎牛扒咧，點解會變咗小店面館嘅咧？呢、這個肥婆你講嘢有冇句真嘅咧？嚇、啊，今天的我打到昨日的我，嚇、啊，口水戰你又即刻打嚇、啊，就係、是、即向後褪啦。哎呀，好驚，好驚。我唔驚，我唔驚，我唔驚，唔驚，但係向後褪啊！一褪就褪到去惠州啦，惠陽啦，有本事嘅咪過關咯，係咪先？我哋都想睇你可以出入境過關過幾耐。你估政府冇壓力嘅咩？市民而家嘅怨氣已經係去到好重嘅，尤其是喺公屋嗰個位度，你都唔用間公屋，你都唔瞓，係咪先？跟住你如果仲俾呢個肥婆順利出入境嘅，順利。大行其道的呃公屋是呃的啦，吹牙鬼叫我呃合法合規，合法合規。咁但係呢就話俾全世界人知，每日直播呢就我唔需要呢間公屋嘅。你唔需要你就唔好申請，唔好申請，亦都唔好去生人霸死地。啊，嗰間垃圾房係住唔到你呢尊大佛嘅。系咯，即系搞到个老豆唔好路行咯。梗系唔好路行啦。即系囤积嗰啲粮草咯，咁样解咯。咁证明我呢个老婆对我真系真心噶。我老公七个月啦。服侍我照。你要明白，啲四五兄弟姊妹囤你粮草咧，系想你快啲揾清楚呢个系咪真爱啊？而河马咧养啊可伯咧，就当养多条狗咁样嘅啫。是有一条狗的啫，俾佢方便做网红，吓、啊，当养咗条狗咁简单。所以呢即系大家心水清嘅，其实都知道呢条友过嚟系抢身家噶啦，心术不正啊，心地好差啊，
你攞又揦翻人哋亡妻出嚟讲，又要讲人哋五兄弟姊妹，你咪冇话题噶啦吓！一冇话题攞五兄弟姊妹出嚟讲，如果我系讲五兄弟姊妹，真系噶，好多人评判阿可伯最终嘅立场会系河马绳之于法啦，呢个系最想要河马绳之于法。咁可伯咧，可伯冇咗受养人咯，佢又翻唔翻五兄弟姊妹身边咯？咁咪五兄弟姊妹一人夹1000蚊，叫你个老人院度度过咯，一人夹1000蚊咧，一个月啊，探都唔会探你噶啦，仁至义尽噶啦，俾钱你去住老人院，我唔想再见到你啊，呢一世都唔想再见到你啊。我差个月噶啦，而家。系啊，我而家使亲啲钱系我老婆嘅，我一个钱都冇乜使钱，即系食咯。咁我都讲过，我有一啖饭食你就有噶啦，我有一啖粥食你就有噶啦，都系咁啊。所以悭悭地咁咪咁撑落去咯，咪咁样挨咗7个月啦。嗱，贫贫破破搵都系挨过一次仲系辛苦啦，仲要俾嗰度黑粉嚟住。所以呃佢錢嘅係佢啲仔女啊，真係唔係我啊！梗係唔係我老婆啦，係我。所以你哋出邊嗰啲事咧，就掉啦。嗱呢度咧，我真係要打暫停。佢話呃佢錢嘅係佢啲仔女，唔係佢嚇。我睇下可唔可以重複翻佢嗰句説話先。唔知道事情嘅真相咧，就掉公司教我，個個有頭家嘅。我知道，即係網上有啲。有些人都聰明的，人家是這樣廣告，這句話在抖音，我都刷到的，人家有一些靚女說，人家就說了，不知道那個太太是不是騙她，但是人家人都還在這裡，都沒走的，你怎麼說人家騙她？那些錢就是她的女兒轉走了，是吧？就請大家想，是不是？人家懂得這樣說，我覺得她說得很好啊。我哋再听翻佢讲嗰句，所以呃佢钱嘅系佢啲仔女啊，真系唔系我啊。梗系唔系我老婆啦，系。哇！你系一个第三者，你咁样挑拨离间，你日日对住阿伯就讲呢啲嘢啊？咁阿伯迷迷懵懵俾你洗脑啊？呃佢钱嘅系佢个女啊，吓，唔系佢啊？听多次。佢錢嘅係佢啲仔女啊，真係唔係我啊！哇，掉嘅面子 bad 啊！真係屎仆街，我真係我仆街嚟嘅呢個真係，佢咁樣講嘢嘅。嚟呃人哋一樣喺佢身邊啫嘛，係咪？呃咩啊？即係真正呃佢係啲仔女啊，人哋都講啊。是不是他的女兒轉走了那些錢，不是我啊，所以騙他錢的是他女兒啊。啊，聽完大家是不是深呼吸一口氣，拳頭又硬了，我們都做過人仔女啊，啊，如果父母這樣說，真是災難來的，屌，即是任何一方都不會這樣說他自己的仔女是騙他錢，為什麼這樣說啊？你生得佢出嚟嘅，你自然就要公书教学噶啦，系咪话好白？你好似讲到你系做突咗咁，咁你咪唔好生咯。你又唔得啊，你又要性爱啊，吓？你生到五兄弟姊妹啊，人嘅寿命有几长啫？我当个前妻50多岁走啦，好未？生五兄弟姊妹出嚟，都陪咗你几多年啊？陪了你20多30年了，生了那么多个，蛤？你生了那么多个仔女，你那么多个都扑街，蛤？很多人都问的，问可伯的，可伯一个不睬你就说啫，全部都不睬你，就肯定是可伯你有问题的啦。可伯你可不可以正视你的问题啊？你的问题是你会出卖仔女的，你会联合肥婆出卖你的仔女的，你对你的仔女不忠不义不仁啊，吓！如果过去嗰几十年唔系有前妻喺度嘅话，你点会享有咁好嘅幸福咧？有咁多嘅钱咧？系前妻将屋企打理得头头是道，你又话前妻赌钱啊？仲要唔系佢讲啊？又系肥婆讲，诶、哎，呢次又系肥婆讲，喂，
肥婆，你瞓喺人哋床下底噶，你又知道我爸啲仔女唔好噶吓、啊？你又知道佢哋啲仔女吓点、啊、样对你，系因为咩原因啊？你瞓喺床下底噶，人哋话你大老婆系咪因为你瞓喺人哋床下底听到噶？你真系如果啊真系有呢件事嘅话，几个月前嘅东张西望啊，你已经咁讲啦，你而家突然之间咁讲泼污水落去咁兄弟姊妹度，你嘅人格啊高尚极都有限啊。不过从来都冇人话人格高唔高尚攞嚟比较啊。呢、这个人系低到无可再低，嗰个差到无可再差个心地。系啊，咁啊，嗰头话人哋卷走佢啲钱啦，啊，咁网民咧又话可怕冇仔送终喎，我哋听下佢呢段录音讲咩先。奶奶就撩你同次啊，呢个黑粉咧，何生你准备趴街啦？你啲仔女唔会俾你翻屋企，你都唔翻，我叫你叫我唔翻噶啦，我翻有咩？几千次啊，佢都唔肯翻啊，不孝不顺，你都唔使翻啦，依家冇啲孝心。系啊，佢哋话佢哋唔好，话佢哋不孝喎，所以佢唔肯翻。唔肯翻嘅话，好可怜，冇一个孝顺嘅，好可怜，冇仔送终。系啊，讲呢啲嘢，啊，人在生活得好咧，活得即系有家庭温暖就好。如果你就系嗰啲子女。孝顺的子女就比在生的时候比自己父母即是过得温暖一些温馨一些啦，即是没等到到死先，你就算到死了你有一大堆人送又怎样，没用的，生前好好的嘛，生前那一刻好就是好啦，是吗？你经过把臭口呢讲过那些大道理呢都会令到人家怀疑人生的，他的口那么臭咁样去话人哋啲仔女，但系咧佢又讲啲好啱嘅价值观出嚟，呢啲叫咩？人面兽心啊！佢一路喺度浅踏紧阿可伯嘅仔女，其实可伯嘅仔女咧得可伯有资格浅踏嘅啫。可伯浅踏咧，讲我哋话佢衰，话佢狗，话佢扑街。咁但系你呢个河马讲咧，你就系妖言惑众吓，你就系处心积虑啊！冇嗰样讲嗰样，你嗰份人行得正企得正，做咩要靠呢啲嘢博流量啊？系咪咁讲啊？讲到咧，佢咧几辛苦啊？呢七个月啊，同阿可伯一齐咁辛苦，当初就唔好结婚啦。咁你结婚，听埋佢讲佢呢句搞笑。我啊，喺美国，我系咪啊？我做高层，同人管事。管理酒店啊，打理嘅公司系嘛，卖咩西啊？你呢啲人就去卖噶，黑粉啊！嗰头又话去美国喎，如果去美国又要管事喎，又要管理酒店喎，佢做高层喎，咁啊八点啊，即系劈老人院啊，吓、啊，佢真系咧。面皮咧厚过嗰啲树皮啊，嗰啲有树皮有年轮噶嘛，几百年嗰啲树，哇！嗰啲树皮几厚啊，真系，即系呢条友系，即系点讲好啊？佢可以讲一啲好有道理嘅说话，但系诶做一啲系天理不容嘅事咯，系啊。我是仔女，我真到去死啊！唔知五兄弟姊妹有冇机会听到耶塔咧呢段广播啦？真系好滚噶！哇，我戥你哋伤心啫，系啊，因为我都讲过我爸爸都系坎伯嚟，但系咧我爸爸有样嘢好啊，佢就唔会问路攞钱，佢自己咧亦都冇乜身家，佢自己有佢自己。他说退休不用我们搞定，他会搞得定。但是个女人是不是河马就未知啊，就是因为会变的嘛，是不是一个女人下来香港的第一年第三年第七年是会变的嘛。那所以呢又很巧合啦，我老公的爸爸即是我老爷啦，又是坎伯的表表姐来的，又是沉船的。差不多到七年的时候呢
就話家暴啊，報警，跟住然之後咧，真係搶咗我老爺間公屋喎，真係搶咗喎，嚇！因為個撫養權喺喺個女人度啊，個女未夠十八歲，咁所以咧房署嘅規例咧就邊個撫養有呢個撫養權撫養呢個細路嘅咧，就邊個住呢間公屋，咁就趯走咗我老爺啦。咁但係佢未住夠七年嘅，佢係一樣可以住翻去之前住嗰間公屋嘅。河馬咪就係咁嘅典型例子咯嚇。唔知佢嗰十八歲嘅仔係咪淘寶淘翻嚟啦？真係嚇冇提過㗎。佢喂佢講人哋嘅仔咧牙斬斬喎，但係佢唔講自己嗰個嘅，點解嗰個係咪親生㗎？好多人都懷疑唔係親生，因為你對佢唔似係一個親生老母有嘅應有嘅態度咯。系啊，咁我哋就睇下佢嘅公屋嗰单嘢啦，佢自己点样表白啦。唔不要怒气，我哋唔系怒气啊，我够中气啊嘛，我讲嘢咁大声。嗰啲人真系好无谓，好无聊啊！几时交公屋出嚟？你有咩证据要我哋交屋交逼我哋交公屋啊？你啊？有咩？如果我哋系违规咗，人哋房署会处理噶啦，使咩你日日喺度？攻擊我家屋咧？呢啲佢個權力佢就掌權咁好似啊！你人咁無聊嘅，可能佢哋啊食屎屙米嘅，咁無聊啊日日。你對我有咩？你可以寫信去投訴啊嘛，人哋個部門會處理啊嘛。你冇喺度攻擊我，人哋咬住我唔放啊！你個部門啲人知道你係衰人嚟噶，個個知噶啦。你攻擊我間屋嘛？咪就係咯。啊，使咩你嚟咩？我間公屋幾時收公屋咧？幾時還咧？我有條件，我自動會還。有分有數，唔使你嚟交，唔使你嚟干涉，唔使你嚟交，政府會辦事嘅。你哋話咁就咁啊！講嘢冇理由亂過嚟。横帮帮，你哋啲人边个人尊重你哋噶？呢位粉丝哥哥，佢同你讲，大家请注意啦，咪有证据句子都系唔好跟车太贴啦，万一炒车好易噶嘛，横掂翁都啱啱先至要全力去查嘅，不如让子弹飞一头半个月，唔好咁。心高啊！佢成一世都唔會 check 到我，因為我哋行得正企得正，係咪？嗰啲人根本都唔同我哋關係，係啦，佢哋玩嘢啫嘛，惡搞我哋啫嘛，你哋啊想製造流量，想製造損毀我哋嘅名聲啫嘛。係啦，人何太點解唔係報警？報咩警啊？我報咗好多警嘅噃，佢嗰班嘅黑。做緊嘢噶啦，到時候佢就做緊嘢噶啦，會承擔佢做過嘅嘢噶啦。佢又開始話佢哋做嘢噶啦，做緊嘢噶啦。屌人哋嗰啲人知道佢哋搞事嘅咩？黑粉好衰，天一半地一半，係啊，黑粉係好衰嘅。嗱，咁喺。这段录音这段直播里面呢，河马呢只是做一件事的，就是读留言。他亦都没有对着镜头有自我的伟论发表，有什么 point， 最近有什么点没有的，亦都没有说澄清啊，什么都没有的，完全没有。他纯粹读留言，然后回复留言。咁有時真係拜你哋班黑粉所賜嘅，你哋又真係抵死嘅嚇，唔鋸佢嘅都話係五仔啊、日更啊、無良啊，喂話知你去劉定堅你邊度啊？留言啦、啊，點解要對住佢留言啫？你知唔知佢靠讀你嘅留言去講自己嘅嘢？而家係咁啊，廿分鐘廿時間，我唔知有幾多人咧都係有睇佢嘅直播，係飛住嚟睇嘅嚇。爺他冇辦法㗎，爺他要做功課，咁一定要睇佢直播啊。咁但係，哇！呢個直播間就嚟成千人咯，嗰度可能有900多個人咧，
是黑粉来的，他就靠读你的留言去压自己的时间和分钟咯，他长远下去他的 channel 是不健康的，是啊，那不是他录音机这样录音机模式，哎，合法合规合情合理啊，防空发骨啊，咩啊，平安大骨啊，他就是讲这些咯，不断地重复咯，捋捋捋捋捋，他根本变成一个录音机啊，咁啊，大家真係嬲嘅，唔好喺佢度留言啦，唔好俾流量佢啦。不过讲一套做啊另一套嘅啫，有时啊，耶他都好希望点首歌俾佢唱嘅，叫做《女神》，你是女神，系啊，欣怡姐唱嗰首，系啊，嗰首《女神》啊。我都好想點俾佢，因為睇佢點樣走音法，仲有佢真係當自己係女神嚟噶嘛，佢唱女神佢一定係 OK 噶，係咪先？好啦，今日嘅廣播到咁多啦，咁多謝大家嘅支持同鼓勵，記得點讚、分享、share 出去，另外喺五仔嘅 channel 度撳 subscribe， 撳埋佢個 long long， 準時收聽，多謝曬大家，下回分解啦，拜拜。